最近有网民在广州见到前无线艺人蔡其俊在度摆档卖鸡脚，价钱就60几蚊一斤。现年39岁的蔡其俊在2014年约满之后就北上揾食，不单止在佛山定居，仲转咗行做饮食业。随住经济的起飞，他高峰期有10间的米线铺和火锅铺，仲有开咖啡店。但是随住疫情的出现，他的生意都全部结业了，净系得翻咖啡店。有网民就重提翻他当年同陈志尧的一段感情，仲大赞他哋当年好衬，但是最终冇得开花结果，真系几可惜啊！